是夫人，他人呢？直接去了侯爷的书房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啊，去把少侯爷找来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走。五儿，算了，别难过了。侯孝的事情，爹会再想办法。可是水小姐就要交给你自己好好把握。爹。 别再提水冰心了，我以后不想再接触任何女人。五儿，女人有两种，一种是玩的，一种是爱的。玩的随时都可以抓一大把，爱的，一生之中也许只有一个。爹，希望你衡量一下，水小姐在你心里到底是哪一种？爹，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了。 五儿，男人一生的追求，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所爱。你才刚上马，怎么就心灰意冷了？爹，那你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谁？爹一辈子爱的是你娘，而你娘爱的是你。爹送你到皇位，就是爹送给你娘的一份深切的爱。 孤儿，娘，孩子，怎么了？在外面受委屈了？娘，娘，水冰心宁可失身，也不愿把心交给孩儿。孩儿活着还。